接下来这首歌，其实是要唱给我爸爸妈妈听的。前阵子我的妈妈因为身体不适，然后住院开刀，然后因为她在花莲开刀，那我爸爸因为他在台东嘛，所以我的感触很深的，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的感情非常好，从小到大他们没有任何的大声的争吵过。然后我妈妈住院的时候啊，就看得出来我爸爸那个虽然是大男人，可是他觉得每次都是我要去看我妈妈的时候，他就会一再的交代说，妈妈需要什么，然后记得要帮妈妈擦澡哦，然后那爸爸不能去，要在田里忙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。然后这阵子我妈妈因为就是要持续去复诊嘛，那一路上我爸爸就每次要去复诊，我爸爸就每次都要跟。然后一路上就听他们这样讲啊，我妈妈就讲说，以前我在这边呢，你带我去那边打猎呀，然后我们在这边一起泡过汤啊。然后我觉得两个人老人家的感情好好哦，我好希望以后也是这样。接下来这首歌我要带来一首苏芮唱的《牵手》，那这首歌也是要唱给我的爸爸妈妈听，也唱给现场。今生还
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的路。谢谢。一样，没有半路的话，还是无法回头。所以，其实都一定会有半路。谢谢。